好，我网络电视的观众朋友，欢迎来乡亲时段。咱即马休困倒转来了，议员甲吴连长共同来讨论。咱顶站在讲起讲吼，咱要来调集，放阮网络电视台要来调集技术啦，技术吼，要来冲啊这个发财，人有海产啦，有强度啦，书法有发财啦吼。这个发财吼，专门在谋财害命啦。伊哦，伊就用这个书法落伫个伊个手头内底呢，害人家破人亡啦。规个社会也好，国家也好，上至淡水边，下至凡夫走卒，那落入伊个手头，拢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安尼。所以讲今日咱第二段，咱过来讲这个书法安怎来谋杀着咱这个单纯的这个人民，这个人民若讲到法院哦，咱拢皮皮喘喘伫个边。在那裡等事實，你如果去讓他這條捆繩索拔到的時候，你如果要滾量的時候，他把你吹越完，吹到尾就這樣死給他看，吹枝吐長長給他看。咱現在來請吳連長繼續再來說什麼叫書法的謀殺。是各位這個公眾朋友大家好啦，我現在再來跟各位報告一下，這有书法谋杀，迄个可能性真悬，而且，互你听落到底会感觉毛骨悚然。迄款书法，即个案件，即个案件哦，啥物有遮尼啊可怕？即伫台湾的即个书法案件哦，诶，恐怖诶当中哦，会使讲是榜首啦。你毋捌听过？啥物？一个案件已经死四个人去啊，六年当中已经死四个被告啊。敢若死一个人尔，迄个人哦，迄个人，因甲当作迄个人，敢若真细哦，敢若是宝贝，敢若像因阿公哦，死去安尼哦，足认真咧对查，现在迄个死者哦，都人讲伊他杀咯，都无就法度证明，不，都意外死亡。就足单纯诶，伊万硬要甲办公哦，迄是他杀啦。去遐旅游，徛伫关诶所在去翕相，翕者要安怎毋知？唔拄好栽落去，砍卡落去，跋死。都意外死亡，伊嘛要甲办公做他杀啦。吼，你迄落海基会啊，甲中国诶官方两方面拢证明讲，即落确实是跋落去砍卡意外死亡，身躯也无油分诶，身份也无啥物安尼。你要拖刷到即马七档啊？即马吼，即马咱来先来甲各位报告讲。这四个死亡的人哦，迄个影像哦，这四个死亡的影像，互大家看卖啊，拢真少年啦哦，伊为安怎会无条无地死去哦？所以我等下哦，影片甲不过于报告了后吼，一一来做这说明，讲因是安怎死的所以吼，我会认定讲因哦是遭人这个司法谋杀哦。咱即马先来报一段影段哦，好。各位看麦下咯，哦，查甫八十五号开始了。哦，这是树，都已经在树林田外面了，吼，这到七年多啊，这个案件啊，又是真奇怪，就讲这个人哦，拢完全正人正直，就死亡了。因为是被告宋进才，你看这个人边有只锁啊，这东西是这刑具啦，这用锁啊那个刑具，哎，左上角呀，哎，就是咧讲你嘛唔听话，你咪来吊死。第二位吼是龚小龙，这已经这吼生硬啦，这个检察官黄德双都唔可以交保，这依法都爱可以交保，但是伊唔可以交保吼，所以这嘛是上谋杀的这个意思，这。杨明章，你看，这嘛是被告之一，这，迄、那个伊那个羁押当中，法官哦，林根栋哦，无在无只放伊出去哦，
嘛是立即死亡，一礼拜就立即死亡。啊，第四位哦，这监护人，啊，这个人哦，伊是监护这个案，你拢真爱看嘛，知影先，伊是监护这件案件，他做那迄个影片，这个案号的迄个监护人，伊哦，监护人啊，害这其他的被告啦判罪了哦，即卖迄个保险金的这个原因，啊，所以伊走去申请，啊，是不是因为伊去申请了后哦？伊去申请了后，无就无偌久就死亡啊。所以吼、哦，伊无定着是去互利用来兼顾一个案件。啊，兼顾一件案件了后，遮个人呐判拢有罪了后，即摆保险金换伊会当得了。啊，所以伊空空伊也走去领，是毋是安尼去用？是毋是安尼？去用做掉，咱毋知影。哦，啊，不过吼、哦，就即几个吼、哦，而且死亡拢真奇怪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咱拄则有看到迄个影片啦吼。啊！影片即、这四个人啊，死亡拢足奇怪啦。都我来讲过啊，迄、那个宋俊才哦，向刑求啦，哦，伊刑求哦，伊安尼伫法院靠守无门啦，啊，甲法官讲，因拢无咧听，唔查，唔相信，啊，唔查，唔相信，啊，提足侪证据证明哦，包括讲伫迄个看守所内底哦，红牌验伤啊，即种伊法官，东大邮寄老会，哎，伊嘛无爱信啊。啊，所以因这个法官对拄只这四个、这四三个被告，这个监护人的死亡哦，因的心中就敢那亲像讲哦，四只狗也死去，一直躲我，拢无咧重视啊！哦，啊叫伊查，伊嘛无要查哦。啊，四个人、四个人民哦，偏偏一个案件哦，这四条人民伫这个法官内底哦，敢那四只狗也四只家雀，啊，你也看。讲这个案件的主体哦，诶，一个死者哦，迄个人哦，对保险公司有利。迄个死者哦，明明哦是意外死亡，伊就咪硬要甲办做他杀，当来躲离保险公司哦。伊就甲这个死者哦，好，敢那当作讲哦，这人命是足宝贵的哦。啊，这哦无认真调查哦，伊去来去用陷害死伊哦。也完整人生呐、啊，哦，所以我心里发光哦，要个认真调查袂使。哎，对一个诶，迄款死亡，表面上是安尼啦，啊，事实上是啊，但比较就知啊，死一个去，伊个动作讲哦，这个人命是足够大的啦。啊，另外哦，讲这个案件内底死的被告死去哦，都无代志，伊感觉讲啊，这个无代志啊啦，哦，啊，请伊调查，伊嘛地址倒挂，所以咱干呐。平移讲这个地址图啊，咱就会当个推定讲哦，伊就甲这四个死亡者哦，被告哦，当作是狗血啊嘛，哦对不对？这合情合理推断就是安尼嘛，无是安怎哦？迄个主体迄个死者哦，是安怎你就遐重视哦？都硬要甲这几个哦，这个被告哦，啊甲冤枉做是。犯罪人，犯罪人，哦，是犯罪人。伊明明伊都唔是犯罪啊，你都无证据，当显示讲伊是犯罪，你两个要甲办家讲伊是犯罪者。啊，这个时阵哦，迄个死亡迄个，你就遐迄个，这个案件啦吼。意外死迄个，你就遐唔记得。对啊，另外这四个吼，请你调查，你拢无来，你就认为遐无记得。哎，人命哪有差遐多？哦，所以就是因为这个。人命，这个案件的人命差，价值相差遐多，在法官的这个心目中价值差遐多，所以我就认定讲，这四件，如果就咱拄只报的影片，这四个人的这个死亡啦吼，是有司法谋杀，下一关可能性真高。啊，如果讲司法谋杀可能性真高，我来一一报告。第一个吼，他做了迄个宋进才的死啦吼，因为伊是遭受着刑求嘛。啊！伊个死哦，那根据法院的这个法官所讲啦吼，伊是伫树林看守内底吼，干那皮肤病死亡。皮肤病死。各位啊，皮肤病那死亡，我唔捌听着你个哦。所以这伊个死亡，我认为讲哦，有可能是向注射死去啦吼，啊就是安怎？哦，因为无亲伤哦，啊那甲这个有案件有关的人要申请去看，绝对不准。对，唔肯予人话伊。啊，即嘛吼，迄另外一回事啦吼。最主要就是讲，伊死去了后，皮肤病死去了后，啊，当然这个案件相关人员咧，感觉真奇怪，
请请法官哦，讲啊，无你咪调查看卖啊，伊拢唔调查啦。啊，你是不是伊家一条人命平平一个案件内底，咱就讲这个，这个人伊拢唔调查，你个动作是只狗样嘛？啊，你咧办迄款凶杀案的东西哦，另外一边诶人命死去，你就该动作敢那是神，敢那动作是报哦，伊你看待。啊！另外這，这比格，你得甲伊看做刚才像只狗样，所以我就怀疑讲你是用司法谋杀啦。哦，啊，第二个，咱来讲诶，迄、那个第二，单纯迄个影片第二个，哦，迄这接了这什么名？我就用个名上去，对啊，董小荣啦，哦，董小荣啦，吼、哦，伊哦是生癌，我有看到伊迄款诊断书，哦，正式是生癌，啊，来伊发论哦。刑事诉讼法114条第三项的这规定哦，你呐只能讲阿得生癌，有重病者，重病不准不得已激进，无啦，袂当伫迄个内底，家楼内底啦，治疗好迄种的就对啦，嘿啦，重症啊，重症嘛，袂使拘押一人吼，伊呐提出申请哦，检察官不得拒绝呢，迄是写个足清楚的咧，啊，佮伊佮在化疗中间，迄落行程一站一进行。在伊伫外口咧食药啊，啊懵懵啊倒霉啊，还佫未发作啊，哦，还佫感情滴。啊你伫个羁押内底哦，伊申请哦，检察官拢不准。照讲检察官是不得拒绝呢。刑事诉讼法114条第三项写个足清楚的，哦，所以说检察官，你明明法律规定啊足清楚，你就袂使拒绝伊的申请保外就医嘛。啊你偏偏啊哦，硬要佮关，还佫唔好食药啊，啊死亡。我讲这无嫌弃你是司法谋杀，这才怪哦！对啊，较奇怪啊，才怪！对啊，所以这第二样我咪就认为讲你这是司法谋杀啦。第三个，佮更加离奇啊！迄个杨明章啊，被告杨明章，伊哦，这个法官伊是羁押的身份呢。啊，照讲羁押的身份哦，你若要放伊离开家港哦。通常啦，依规定法官爱开羁押庭，哦，看要甲你继续严押，哦，或者是讲要让你交保，哦，或者是讲要放你走，哦，无做释放，无羁押的什么释放啊？对啦，这法官叫家属到场签名。不管讲安怎，法官就一定爱做这个严押庭的动作。但是高等法院这个法官林根栋，哦。伊拢无做这个动作，啊，就我放伊走，这拢违法啦，哦，啊，放伊走哦，一礼拜就死亡啊，这是不是有离奇死亡？足奇怪的啦，哦，一个壮年的30多岁啊，身体好好的，大家有看到迄相片嘛？迄身体真勇嘛，哦，所以就讲一礼拜就死亡，所以我怀疑讲哦，这就是用暗杀。加工死亡，哦，这种合理的怀疑啦，因为哦，你那官方无违法，咱后边跟你怀疑，他们讲啊，你得笑的啊，你得后边底下空虚妄想啊，哦，啊，因为因家的人哦，在法律上，这些法官拢违法，因为死亡，他们这些法官拢有违法相关啦。我合理的怀疑就是应该有这个直接、间接的这个谋杀的可能性真高啦，哦。那么第四个，迄个人啦吼，那在阮咧想啊，就讲啊，你这得受人恶白，诶，阮这个教唆得去恶白兼顾要害人，你这人死罪有应得啦，但是，死有余辜啦，但是伫阮的立场，阮是安尼认定啦，阮这是是非分明啦吼，就是讲哦，你死就死，唔死就唔死，但是你的死，阮绝对是死有余辜。啊，不过呢，站在这个司法的公平性来讲啦，吼，跟人命的迄、那个，价值性来讲吼，我原来认为讲，你吼是受司法这个谋杀啦。因为安怎讲呢？因为伊这个人啦，在阮所在吼，伊是来兼顾这个案件，兼顾结案，哦，这兼顾结案，因为安怎讲结案，迄、那个律师张进兴哦，伫伊的证据内底写，我拢有看足清楚。伊讲他出来迄个案和影片的案和这个案件啦，吼，是根据吼。这死者的家属就是拄只即死于即老伙仔啦，哦，伊吼事后甲凭空哦，所来兼顾的一个
虚拟案件哦，虚拟是假的呢，虚的。嘿，张建林律师哦，写个足清楚，这是一个虚拟案件哦，是假案嘛。那么，那照张建林的写这哦，你这案件你来虚拟，你来讲兼顾害人，这侪人哦，家破人亡哦，失去性命，你这是不是死有余辜啊？是不是？但是我咧讲话讲，根据这个司法的这個公正性哦，甲人命价值的角度来看哦，我原来甲你这个加加减减算看卖啊，你就是原来是司法迫害啦。我感觉伊是另外另类的司法，迄个可能司法司法谋杀啦，叫人起来伊。就是讲你兼顾了啊，你兼顾了人人利用，你无利用的价值，无利用的价值哦，哎，真也无让你死哦。可怜啊！可怜，到尾啊，你若讲出来了，代志爆发，代志足大。对啊，所以在这款情形之下，咱有咧合理怀疑哦。你这个死有余辜，诶，这个上尾啊，对影片内底第四个迄个老伙仔哦，虽然死有余辜，但是我有咧怀疑讲你是啊，去用利用了哦，已经无价值啦，去用死啊谋杀啦。哦，所以各位啊，这个案片，这个案件啦哦，咱有咧。从这个他从那点影片来底，咱来在看就讲哦，这书啊，确实是一个足恐怖哦。伫这個法官的这个头壳内，因哦对这个人命的忌惮哦，拢这样可采那样可采。伊认为讲啊，这人命真忌惮。啊，伊反正倒转来，伊认为这人命哦，就敢那是叫无忌惮，敢那高人。这个无忌惮，这个无忌惮。所以伫这个咱伫因的这个看庭。这个东西平平人命就才有价值，才无价值的这个情形之下，咱就知影讲哦，因的这个判断哦，这个公正性已经拢荡然无存啦。是哦，所以莫怪讲台湾哦，真侪人差不多有八成拢无相信台湾，而且司法官判决的这个公正性，所以这真可怕。所以咱按拄只这个相，在这个影片来看嘞，第当讲啊，这个法官，台湾的法官。伊不但过去咧判案，乌不落坐，互人讲是即个恐龙外观独处以外，那么伊对即个人命的价值根本都无所谓啊。把你台湾人的命当作是一条命啦。有都无所谓啊，像他这死鬼的哦，各位啊，叫调查伊拢未叫调查呢。系啊，叫调查伊拢唔调查呢。所以遮的人哦，就是讲哦，伊咧用法律哦，拢有一种哦差别性。对啊。哦，因看人咧刷油的啦。哦，所以这叫做法测啦。哦，因为法律哦，都要有公正性啊，人人平等嘛，对不对？你对这个人，你嘛要认定讲这个人命的价值性就是有这高，别个嘛是人命价值性嘛有遐高，唔该对啊。啊，因为因对这个人命的迄个价值性的认定哦，有迄个真高的差别，无公平性啦。对，所以因就是这个因的安尼认定，就是因的用法哦，无公平，所以这种的拢属于法测啦。所以咱就要讨伐这个法贼，所以咱按拄只哦，看了这个相片内底哦，咱就更加讲哦，台湾的这个司法官哦，确实哦有存在着这款哦，使用法律无公平性的这法贼存在。哦，这是上好的证明。好、哦、是哈、哦，啊，咱希望讲咱啊，海内外用支持大，咱也想对这个啊，讲咱司法革命也好，司法改革也好，什么款的讲法，只要讲哦，会当将这个司法的这个法则吼，来改绳之以法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呐、啊。就是讲，伊安怎对待台湾人，啊，咱台湾人嘛是要用伊的方法，搁改对付转去安尼。咱用软软啊，死就对啦，温良恭俭让啦，咱就。迄落咱这个卖叫讲个，阮拢敢那绵羊同款，敢那羊群同款哦。阮拢安尼足团结的，会安尼足斯文的，足优秀的安尼来解对待啦。好啊，咱今日又过年时啊吼，啊咱啊若有闲哦，哪只物件都哪想一个安尼。好啊，咱啊伫遮啊祝大家身体健康吼，大家拢会当迄落我的迄、那个啊。电话吼，你若要报名，要爱来来讲参加吼，这个也是要提供宝贵的意见哦。0982031746，0982031746，0982八二零三一七四六。啊，你若是讲要上迄落 FB 啊，就是脸书吼，啊，就你就拍访问网络电视顶管拢有我迄落地址啦，吼，啊，这个
电话啦吼，啊手机啊啦吼，啊种种遮个吼，也是讲要上我的LINE安尼吼，啊我今日足感谢咱海内观众时代甲咱收看，咱另工搁再会，感谢。